你们见过吃饭吃到一半去拉粑粑的狗子吗？狗粮、西兰花、鹌鹑蛋黄，加一管综合营养补充剂，倒点纯羊奶，泡这个小爪子冻干，吃得津津有味，和往常并没有什么区别。吃着吃着，突然就看向厕所那个方向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这家伙就直接跑走了。去吧。过了一秒钟，又跑回来暗示我什么？原来是厕所没给他铺尿片。铺好尿片，这家伙竟然只是上来尿了个尿，原来是把肚子腾空，可以多喝点奶。你这家伙不按套路出牌呀。喝完奶又开始继续干狗粮了。真正的干饭狗要做到有始有终。光盘干完狗粮赶紧趴着装傻，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。你今天不买单呢？你进来睡觉啦？哎，你怎么往我床上跳？对，去自己冰垫上。你去吧，去把空调遥控器拿过来，又被你爸拿走了。去那个房间去拿下遥控器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，去拿遥控器了。给我。辛苦了哈。听到开空调就跑进来了是吧，杰瑞？你得交点空调费吧，天天都是哥。跑掉了。叮叮叮，行吧，自己找位子睡觉吧。你们在这里睡觉哈，我去把妹妹抱进来。妹妹就一天到晚跟着她爸，开着空调带着三只狗睡觉不香吗？还要她爸干嘛？一到饭点就只知道来找我的狗子，用眼神暗示我好几次，让我出去给他配饭。去找你爸去，成天就盯着我。这家伙竟然真的去客厅拿了个盆就往图图爸房间跑。哎，你怎么又回来啦？他不给你弄饭呢？你就知道凶我，你对爸爸敢不敢这么吼？我不管，我就要你给我配饭。爸爸说他没空。你就知道欺负我，走吧。开一个南瓜餐盒，加一点南瓜蔬菜，关节粉两颗，先吃南瓜。还是我自己吃吧，你喂得太慢了。光盘，喝点甜菜跟水润润嗓子，别想找我买单，我只想乖乖地吹微风扇。大无语事件发生了，今天图图又来找我，暗示我跟他走。当时以为他只是无聊想找我玩，就没理他。不一会，妹妹也站在门口，用脑袋暗示我什么。看我没反应，妹妹依然没有放弃，跑到房间来，再次暗示我看门口那边。怎么了，琪琪？啊？听到我回应了，马上拔腿就带我去入户门口玻璃门那边。看到门外的杰瑞，才想起今天早上留完杰瑞正准备擦脚的时候接了个电话，就把这事给忘了。杰瑞竟然也不吵不闹的乖乖待在门口。对不起啊，杰瑞。图图，这个门你不是会开吗？这家伙竟然立马跑走了，然后拿来了一包纸巾，原来是告诉我弟弟还没有擦脚，不能开门。杰瑞，来趴下。啪！这个清洁头是那种软软的，超级舒服。擦个脚的功夫，杰瑞竟然舒服的睡着了。杰瑞，你们三个今天都非常听话，妹妹今天也很乖。来，好，图图，图图吃东西永远冲在前面。杰瑞的。是吧？你看你爸在给他吃西瓜，你怎么不去啊？洗过来。你看他们对你，图图就对你不感兴趣，他就在我这里。图图你怎么不去啊？爸爸那里有西瓜吃。爸爸那里有西瓜吃。算了，我睡觉了。你要吃的话，自己去拿个盆过来。搞快点啊！等一下我吃完了。没有了，不许看。音乐走。